好，我们看到这个是钛合金，正100%钛合金的薄杆啊，这是让大奶专用的，100%钛合金，然后烧色，所以它的色泽鲜艳的鲜艳度跟吃进去的深层度不是一般的镀钛的能够呈现出来这种颜色，尤其在这种耀黄跟深黄部分的颜色，这个镀钛薄感会比较难以呈现出来。这是真正100%纯钛的薄感，由东瑞做的，东瑞豪哥这边做的，做工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仔细再看一下，说不管是烧色，然后角度各方面都非常具有水准。那我们远端看一下它的总体的外观，OK， 谢谢各位。